你们这一般相声演员文化水平都很高。嗨，也都是啊，即问之学啊。是啊，啊，不要客气啊。没客气。您念了几年书？我一共才念了六年书。哎呀，那可不少。也不算多。您比我念的年头多。哦，您念了几年书？我连念带不念呐。什么叫不念呢？不念你说的干嘛呀？哦，就光说念。就说念。念了二年。哦，那你念了二年书，要用心读啊，也够用的了。可虽然说二年呐，啊，我病了一年零十一个月，就那一个月，逃了二十九天学，就那一天，那月是小军，一天没念，这你说的干什么？我念了二年书，哦，念二年，念的是四小，哦，四书。对了，念的是这个什么呀？三本小钢匠啊，哪三本？像什么？三部文，哎，三啊，百家经，千家姓。行行行行，说都说不对。哦，不是那个三不管，还千德庄呢。哎，对了，千德庄。什么千德庄？哎，千德庄。三不棱，三不棱，百不名。行行行行，别说了，告诉你吧啊，应该是三不经，百家文。我也错了。三字经，百家姓，千字文。哎，对对对了，像什么这个酸字经，酸字经，那叫三字经啊。对了，三字经，百家姓，千字文。哎，这对了。二年啊，怎么样？苦学苦练啊，把这三本书念会了。要说您可真了不起呀！啊，别夸我，干嘛夸您呢？啊。二年的功夫您就把这三本书都给念完了。是啊。哎呀，您是没长毛啊。哦，那我要是长上毛，比猴还鬼。你呀，比鸭子还笨。二年就念这三本小书啊。你这话我听出来了。怎么了？你是对我一种讽刺。什么讽刺？讽刺？像话吗？你这啊，比鸭子还笨啊？对吗？不对啊。鸭子有我笨吗？哎呀，你这个不是不对啊。我比鸭子笨。对，鸭子没我笨。不，我你拿鸭子绕着我似的。我念了这个三字经啊，啊，我就念了一年零仨月。是啊，啊，好嘛，您怎么念？怎么念？都那么念啊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狗不教，性乃迁，全这么念。您这就好念了啊。是好念。您这是竖着念。对呀、啊。我是竖着念完了，横着念。横着念？哎，那怎么念？人性狗叫习，知香不知梦。这叫什么呀？横着念完了还斜插着念。行行，你想那能不费事吗？是费事。念坏这三本书，我连个事由都找不着。没地儿找去。来，还别说啊，我想了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开了个学房铺。哎，什么叫学房铺啊？应该叫学堂或者学馆。不不不，我那是学房铺。那怎么叫学房铺啊？但拿买卖的性质。买卖性质。哎，我招了不少学生啊，另有七间房，嚯，另点桌子椅子，门口贴上条写上字，招考学生，年龄在三岁以上，五岁以下，过七岁不要。您这不像话。怎么？您招生啊，应该在啊七岁以上，十岁以下。干嘛呀？哎，他大点啊，聪明了好教。好教？哎，来这没俩月把三本书念会了，是他教我教他呀。对呀、啊、他就会这么三本书。就会三本书。学费也便宜。多少钱呢？
七毛五，真不贵，一个月七毛五。哦，招了四十多个学生。嗯嗯，到月头一算账啊，怎么样？完了啊，连我的房钱都不够，涨学费呀、啊，涨学费啊，不涨学费人家还不念呢。是、啊，人还涨学费。嗯，我得想着一个高明的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你想那孩子有不淘气的吗？当然淘气了。孩子一淘气，我得想办法罚他们。罚他们？对，罚站。那有什么用啊？罚跪？不不不，没用啊。那罚什么呀？罚钱。罚钱？哎，饭撵一条，罚多少钱？在屋里有价目表。是啊，比如说这孩子来晚了，这叫迟到啊。迟到？你怎么来这么晚呢？迟到，罚八分啊！迟到就罚八分。哎，你为什么那么早走啊？这叫早退啊！一毛二，嚯，这有一毛二！你们俩怎么回事？啊？怎么打起来了？你老师，在揪我耳朵，揪耳朵？你怎么揪他耳朵啊？啊，他还咬我鼻子来着呢！甭废话，谁先打的谁？哦，你先打他呀、啊！打人的一毛五，被打的一毛二啊！被打的还要罚？那可不是，明儿他们就不打架了。这好嘛，罚来罚去，后来不灵了。怎么？孩子都不带钱了？是啊。有一天这孩子来特别晚。哦。我说你怎么来这么晚呢？来正完整的呀。又迟到啊。啊。罚八分呐、啊。嘿。哦，知道还来这么晚，这叫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一毛六，嚯，涨一倍，一毛六啊，三毛二都没关系，一点没有，得，为什么你不带钱呢、为什么不带钱呢？啊，家里不给，怕在你这罚喽，好吧，家长都知道了，那你上学来你就不饿吗？谁说不饿呀？我妈怕我饿，这不是给我烙了一张糖饼吗？哦，烙一张饼啊，罚半糖啊，烙饼也罚呀？哎，孩子们都在吃着了啊，饽饽点心关我里头全带。嚯、哦，你这吃什么呢？啊，包子，什么馅的？圆白菜，来，我尝尝。他这个尝尝，你那什么，油糕，来，我来半块。呵，你那吃什么呢？圆里，嗨。大早起来吃药了，一闹肚子，拿了我吃啊！你吃，你不怕闹肚子？把这么一篮子饽饽点心，我也吃不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到晚上门口摆摊，呵，村子卖去。行了，村子卖啊！你这么大的教师，上门口摆摊上卖零碎去、啊？我不能去。那谁去啊？有学生，学生去，让孩子去卖去呀、啊！啊，就说放学了啊，放学那什么，你别走，你值日。是，哎，在门口给我卖饽饽点心，哇，搓堆儿，三毛五一堆儿。孩子没办法，在你门口卖饽饽点心。天都黑了，还剩两堆儿。哦，大姐，我实受不了，饿的我得回家，不能走，得卖完了，要不然这两堆我留下得了。哦，你留下呀，这咱们本柜上优惠一下，给一毛二一堆吧。啊，这还优惠呢？好嘛，罚了没有多少日子坏了。怎么了？孩子都不念了。不念了？我这买卖关账了。得，哎，人还是没有绝人之路。怎么？我呀，嗯，有人请我教专管。什么叫专管呢？就是把我给请他们家里去教。哦，家庭教师。对。哦，谁请您呢？这是您知道可固村。嗯，可固村药营店。这店我都没去过。有一家姓窝的，名字叫窝心、啊、家里是个财主。人家到底怎么叫这名字呀？啊，你想啊，但分不窝心他能请我吗？那倒是。他家有三个小孩、哦、到外边念书麻烦，车马乱，怕碰着、哦、养得娇，把我给请假去了。是是，到那一研究，这个人家提出很高的条件。提什么条件？管吃管住。哦，一个月15块钱。嘿，那不少啊。大洋啊，还现大洋。就是啊。嘿，可是有一样，嗯，得交期一年嘞。啊，交不下一年那算您白交。
不但白交，您还得包赔人家的损失。哎，那是为什么呢？那是人家交半截了，回来来别的老师，这从头问出的麻烦呐。对了，您说这事儿我应不应？哎，应啊，应啊啊！我就会三本书，对，嗯，交不了俩月，完了，我怎么办？还得包赔人损失。那别应，不应啊？不应，我哪找这事儿去呀？那怎么办呢？当时给这殷切道书再说。哦，头天晚上把行李拉了去。嗯嗯，宅那么一好日子啊，正式开学。嚯，给圣人磕头烧香。嗯，一边磕头，我一边主告。圣人老爷子，您保佑，保佑这仨孩子是越笨越好。不，应该是越机灵越好。我这个越机灵越好，来这没有仨月，把三本书念会，我怎么办呢？对，他就会这么三本啊。第二天给这仨孩子一正式上书，嗯，这仨孩子一个比一个机灵。是啊，五天，嗯，念了本《三字经》，嚯！四天念着本百家姓，哎呦，还一本千字文，不到十天两本书就念完了。就是啊，还一本千字文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不好教。就是啊，你能教习一年来？不可能啊，甭说一年，连半年也教不下来啊。就是啊，怎么办呢？这孩子也真用心，嗯，又黑又瘦，过了没几天，我新来找我来了。哦，哎，先生。您看我这小孩在没上学以前又白又胖，现在怎么这么又黑又瘦啊？哎，这您可不知道，孩子太用功了，累的累的。您得让他们缓一扎，咱放放假。我放假啊？对对，放假。每礼拜天不都放假？嗨，不是就礼拜天放假呀？啊，我给来个胡出主意。出什么主意？咱们这样，每礼拜呀，嗯，咱放两天，我加一天。哎，那是初一十五呢，佛道日，嗯，放两天。嚯，初二十六敬财神，嗯，放两天啊。每一年二十四个小节日，嗯，每节去放三天。嚯，五月节放半个月，嗯，八月节放一个月，生日生日放俩月，他师娘生日放仨月，嗯，我的生日放半年，全放了啊，放来放去还差俩多月呢。哎呦，还差俩多月，就这本千字文你也教不完呢。就是啊，我得想主意啊。就是嘛，哎，也好念呐。啊，千字文好念呐。啊，天地元皇，宇宙洪荒，你这玩意儿，那就坏，那就坏了啊！我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天地元皇底下，宇宙洪荒上边。当帮件儿上，什么叫当帮件儿？那叫当中件儿。当中件儿上，我给加个四五十句废话，每一句之中也加个四五十句废话，它不就延长时间了吗？这怎么加呀？有主意啊！啊，顶针续麻啊，自头咬着自尾，天地元皇接着皇字往前念。哎，那你给念一念。天地元皇，皇，皇道吉日，皇道吉日，嗯。日行千里，理字当然，然人天大暑，暑后秋凉，凉堂进周，周主文王，王子犯法，法国铁桥，哎，法国铁桥啊，怎么这里还有法国铁桥啊？什么都有，嘿，好，桥上行人，人生如戏。戏法变碗，我连戏法都有。嗯，碗里有水，水对柠檬，蒙细雨，宇宙洪荒啊，这才到这儿啊，这才到这儿。你想想，这么孩子一念多好听啊！天地元皇，皇道吉日，日行千里，法国铁桥，嚯，什么乱七八糟？念来念去，念到腊月二十八，嗯，刚念了一篇半，这行了，这可就行了。哎，嘿。我岳母爷，您给我算账。嗯，今天是腊月二十八。嗯，二十九我得回家，我得过一团子一年。到过年，您另请他人。嗯，我可不交了。哎，你怎么不交了？我没得交了。对，我心说，哎呀，老先生，您辛苦一年了，您可不能这么走啊！我得给您送送行。嗯，给我送送行。给我摆上一桌酒席，嗯，又给我请了个陪客，要陪着我吃酒，呵，对你多大面子？什么面子呀？嗯，
我要挨揍。哎，怎么要挨揍啊？他请这二陪客，你觉得是谁吗？谁呀？是他们家的教客。教客，一位是大姑爷，一位是二姑爷。哦，我可听说大姑爷是秀才的底子，文秀才。哦，文人，有文化。二爷，二爷是练武的。哦，完我见过一次，那胳膊有这么干。嚯、哦，你知道，咱们天津有个摔跤的大老九啊，啊，都摔不过他。是啊，两个人走到我们学班门口那儿嘀咕，我听见了。嘀咕什么呀？二妹夫，啊，大姐丈，听听谁念书？跑去咱们三个内地还真念书啊，咱们去听听。嗯，听听天顶黄哦，千字文黄道吉日黄道吉日日清清理发布铁桥二妹夫，你念书时候有发布桥吗？我念书时不但没发布桥，连戏法变碗都没有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接着门口一看，坏了，怎么了？认出来了。是啊，哎呀，二妹夫，这不是教书的。嗯，我瞅的眼熟，像说相声的王晨。得，认出来了。他不要走吗？嗯，这么办，咱们摆上一桌酒席。嗯，咱们俩人陪着他吃酒，在酒席宴前，我有学问，我拉着典故，我把他问住，问住之后他答复不上来，你就甭管了，我把行李给他留下。被你臭揍一顿，是要挨揍。你这不要挨揍吗？就是，把这酒席摆好了，把我给让了上头。大姑爷、二姑爷下手相陪，多客气。客气，哥这快挨打了。那倒是，我呀，一看，别等他们打我了啊，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。对，先打他们吧。打我可打不过啊，我拉个典故。嗯，我问他。我被他又问住，他再问我什么，我答复不上来没关系，这叫君子往来，折账了。我站起来，嗯，冲大姑爷一抱拳，嗯，大姑老爷，余下有一事不明，要在大姑爷台前领教一二。大姑爷有学问，说话也客气，啊，先生，有话请讲，何言领教二字？我说。其人卖鼠鸡，追而反之，二黄争骨，秦公怒于旦而发之。请示大姑爷，此典故出在这秦始皇以先乎呢？这秦始皇以后无乎呢？他这酸劲儿了。大姑爷这么大学问，愣叫我给问住了。是啊，没答不上来。哎，那什么？先生，请您原谅，那个余下学问太浅，一概不知，一概不知，他不知道，嘿，让我给问住了。行啊，我再一看二位啊，在脑袋扎到桌子底下了啊，他没学问，嗯，那意思你可别问我，那就别问了，别问了，我这叫得理不让人，呵，赶尽杀绝。二位，余下有一事不明，要在二位台前领教一二。二姑吓得人整话都说不上来了，那什么人先生有话您说，我都不知道，还没问他他就不知道吗？我说朱夫子，有此九儿，五子在朝尽忠，三子堂前孝顺老母，独有一子逃存在外，至今未归，请示二姑爷，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？二姑爷说什么腻不腻的，刚才干什么不知道，我这还不知道，愣让我给蒙下来了。算账，我把钱拿下来，扛着行李我就回家了。是的，您呐，真人不露相，您还是有学问。我有什么学问？我就会三本书。没那事，您问两个姑爷这俩典故多好啊。什么典故？列国典。不不不，我问他们两个人这事啊，都是我的家务事。你家务事？我拿我家务事考他，他哪知道啊？你先等会儿啊。你问大姑爷这个齐人卖鼠鸡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们家务事啊？啊，我有一朋友，嗯，姓齐，嗯，我管他叫齐人，卖鼠鸡呢？卖鼠鸡，我让他卖鼠子去，嗯，他偷了我一只鸡，嗯，齐人卖鼠鸡，哦，卖鼠子偷鸡呀、啊？哎，那追而反之，我知道，我把他追回来了。我说你偷我鸡干嘛呀？追而反之。二黄争骨，我们家有两条狗，一个叫大黄，一个叫二黄，两条狗争那块鸡骨头，二黄争骨，
秦公怒，一旦而发之。倒水的老秦，我管叫秦公，给我们家来倒水，俩狗打架挡住他了。秦公怒，就是倒水的老秦恼了。那一旦而发之，他撸下扁担给狗一扁担。秦公怒，一旦而发之。哦，扁担打狗，哎，那也不对。怎么？这里头还有秦始皇呢？啊，有秦始皇了啊！我们家的秦始皇。哎，不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，不是那个秦始皇。你们家哪有秦始皇？我嫂子娘家不姓秦吗？啊，这不叫秦氏吗？那皇呢？皇他有一年我嫂子不得皇病来着吗？这不叫秦始皇吗？这么个秦始皇。那么以先乎呢？以后乎呢？是啊，我问大姑爷，这扁担打狗这回事儿。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前呢、啊、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后啊？你那他哪知道啊？他是不知道。是啊，哎，可是你问二姑老爷这典故可好啊？也不是典故，这是我家务事。也家务事。哎，朱喜治家科研，那怎不是那个朱夫子？那哪个朱夫子？我们家养活一口老母猪。嗯，我境外的夫子，我管他叫朱夫子。哦，朱氏夫子。哎，那有子九儿，下流我小猪九个都是公的，有子九儿，五子在朝尽忠，有五个小猪，卖过国家了，卖谁谁不宰呀、啊？五子在朝尽忠，三子堂前孝顺老母，有仨小猪在老母猪跟前啃啃养养，三子堂前孝顺老母，独有一子逃窜在外。那年炸圈了，跑出一口小猪去，独有一子逃窜在外，至今未归，到而今也没回来，请示二姑爷老爷，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、嗯？我是问他，我那个猪跑哪儿去了？他哪知道啊？对呀、啊，哎，那他要知道呢，那我就得陪我那口猪啊，陪猪啊。